上一届呢，打到这个叫斜行，斜行啊，斜行之后呢，我们两个手呢要这和这个腰胯一起一合一打开，啊，合一打开，手的动作呢，啊，用这两个骨头，或者是这两个骨头打人家的太阳穴，啊。 按我的腰胯啊，之后呢就抱人家的脚抬高起来，啊，打他出去，啊，这是一个段落的动作了，啊，再来啊，啊，敌人在那里，啊，抱脚抬下出去打，这是借用来打。 这一打呢，这个左腿呢就开步，这个两个手往上捋，啊，捋，啊，敌人还在那里了，啊，手背打他的脸，这个推他的头，拉回来，再推他一下，再推他一下。 涌动啊，啊，往上提，扭动，扭动，踢脚，别开步，步，打开它，黑马步啊，黑马步，这个勾手啊，这个推脚。 这段呢就到此了，啊，但是在这一段里面。
大家看到好多大马步，所以呢，我就现在把这个马步讲一讲。啊，我们就是要产步啊，啊，前两章四五有示范过这个啊，啊啊，铲过来，啊，挠下来，铲过去，挠下来，铲过来。这一组动作，啊，我们要练好。在我再讲一下这基本功，大家要留意了。我们懒夹一，单边斜行，啊，都是大马步的。但是我们马步最大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偏马步，三七步。什么叫三？什么叫七呢？比如说，我们要偏这个。这个马步是这样，这个有七分力，这个三分力。我们过来这边移重心呢，这个脚跟推这个脚，推这个胯到这个脚啊啊啊！但是我们要留意了，我们这个脚不能这样直，这样直就僵硬了，硬邦邦了啊！要不要这样？这样就怪了。会损害那个膝盖，所以我们要走下午这个屁股啊，摩擦上面的窝，嗯，坐过来啊，来到这里呢，我们尽量把这个盆骨打开，把眉骨，把眉骨，不要这样翘屁股啊，嗯，啊，坐过来啊，啊。你看，七分力、三分力，这个沉下去推过来，啊，膝盖不要过脚尖，呼气兜美轮，啊，撑开它。好多人打错就是这样，啊，这样就不对了，这样就不对了。这一边也是一样啊，啊，沉下来，推，打开，啊。这个七分力，这个三分力，啊，不要这样啊，不要这样，更加不要这样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再打一个单，加一，啊，是不是偏马步啊？推过来，是不是偏马步啊？啊，单边，是不是偏马步啊？是不是这个膝盖打开啊？大家要留意，多练习。不然打起来了，整套拳呢就是歪歪歪歪的啊啊！大家要多练一下，虽然辛苦一点，但是为了以后呢打好基础。Okay.